太好了。来，嗯，下一个来了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哎哎，不是，那边没有花呀。宝宝，哎，你看那是不是我爸妈呀？哎，爸，妈，哎，你看还真是，哎，爸爸爸。搞半天，你带我来吃鸿门宴。什么鸿门宴呀？都是一家人，吃个饭了结了的事儿。你一家人总不能不见面吧？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。你说。下次遇到这种情况，你能不能提前告诉我一声？你好歹让我穿一条棉裤啊，这样的话在妈妈面前跪着也不至于膝盖太痛。我妈不是那么不通情达理的人，她不会刁难儿媳妇的。啊，吃完这顿饭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。我去跟妈说偷镯子的事情啊，不是拿错镯子的事情。走吧。今天我请客，大家随便点，不要客气啊。我刚上来的时候查了一下，这家店他们的虾饺皇特别有名。啊，妈不是喜欢吃虾吗？那我们就点一笼吧。好，点一笼。嗯，好嘞。一笼就三只，怎么分啊？没事，妈，我不吃。我点一个干炒牛河，这能解饱。嗯，好的。石头没关系的，你不是也喜欢吃虾的吗？我们点两笼就可以了。到时候你跟妈，你们一人吃两个，我跟爸爸尝尝味道就可以了。好，两笼，两笼。好的，点两笼。刘英啊，你不要找平衡了。今天你爸请客，就一笼啊，三只，你们一个人一人一只。我今天不想吃虾饺。好好，那就一笼啊，一笼。好的，妈，妈。啊，是，听妈的，妈来点菜就好。嗯。还有呢？请问需要点什么？那就这个家庭套餐吧，啊。家庭套餐里不含那个虾饺皇的。啊，加一笼，加一笼，加一笼啊！好，家庭套餐，请上吧。爸爸，你给我。好好。我刚看了一下，我们这个家庭套餐里面是有那个蟹粉小笼包的。啊，爸妈，待会儿等蟹粉小笼包上来之后呢，我们就蘸醋吃，这样会更好吃。这个提议好啊，这个蘸醋啊，不但能够去腥，还能提味儿啊。很多人不知道，觉得这个酸不辣鸡不好吃，其实啊，这个调味儿啊是一门大学问。你看，我们生活中有很多的事情啊互不相连，但是放在一起慢慢就能品出味来了。你们说对不对啊？爸说的多好，全是人生道理。来，鼓掌。好。你好。呀，来了。蟹粉小笼。哎，好，来。来，爸爸妈妈，你们先动筷吧。啊，好好好，来来来。我给你夹一夹。我自己来，我夹。好好好，哎，哎呦！看你说的再好有什么用啊？一夹就破了。没关系，妈妈，那你就换一个，这个破的给我们吃就可以了。换？我自己吃得了，那么着急换干什么呀？妈，我也就是想让你吃个完整的。完不完整，我自己不知道呀。我求你换了吗？你不用着急去换它，是不是？就像那只镯子。妈，没完了是吧？今天爸请吃饭，一家人开开心心的，干嘛呀？跟着含沙射影的。刘英已经表态了啊，他爷爷服软了，我觉得差不多就行了吧。要说镯子是吧？好，那我就来评评理。这件事情首先是您不对吧？不是都说好了吗？把镯子当做传家宝送给刘音，结果您送给别人了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您考虑过刘音的感受吗？他爸爸，嗯，你今天请客都设计好了？设计？是妈妈妈，你们别冲我爸，也别冲刘音，有什么火您冲我撒。我娶刘音到咱家来，我不希望她受这种委屈。
哎，妈。哎，你怎么走了呢？饭还没吃呢。哎，我说。妈妈。车还没有叫过你。妈妈妈妈妈，今天的事情我叫石头跟你道歉，他的脾气你是了解的呀。他的脾气以前是了解，现在归你了，不太了解了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哎，你先把单给买了。不是买单。妈，有什么事情我们进去我们好好说好不好呀？啊，走不走？行行，我给你叫车了，先叫车，先叫车啊！一会儿我来买单，一会儿我来买单。那爸，晚点我跟石头到家里来看你们啊。你走慢一点嘛。